口罩，一、二。报告总指挥官，全员到齐，准备出发 ，Go Go Go！2020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，今天李欧呢特地来到了现场当中，来访问到是我们的彰化县体育会我们龙舟委员会的主委涂淑慧主委。大家好，今年因为疫情缓的关系，先前我们决定不办鹿港龙舟锦标赛啊，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么好的传统，我们一定要继续办下去。是，一户一楼三班嘎，在6月24、25日两天哦，欢迎所有的乡亲来到鹿港，早上看龙舟，晚上来看夜景。是的，我们在24号晚上7点的时候，在我们鹿港的中山路，以及在我们鹿港的老街当中呢，就会来点灯。除了这个之外哦，今天56个队伍都有10万块的奖金，对不对？奖金拼下去啊！奖金不减，欢迎所有的队伍来到我们鹿港庆端阳。今年你没有报名的没有关系，我们明年来报名。而且我们今年在 YouTube 网站有直播，欢迎不能来的乡亲能够在 YouTube 来跟我们点阅。2020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，欢迎大家6月24、25两天来到我们这边来欣赏我们精彩的龙舟赛。彰化县长王惠美以及我们彰化县体育会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慧，邀请大家一起来看龙舟，尝美食 ，Go！